全地就用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就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，恁就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，就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阿乐入伊的院，就感谢伊阿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。也信息告满世代，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是伊的，伊是咱的天父上帝，咱是伊的。你有感觉真有福气无？啊，咱请各位兄弟站起来好不好？咱人虽然无多，但是会当移动咱的脚步，彼此来问安，甲因请安，甲因讲，咱是伊的，咱是天父的，感谢主吼，咱是伊的。真有福气无吼？我感觉咱实在是真有福气，互上帝引出来到这个这么美丽的圣亚都站起伫遮吼。尤其每一年到秋天的时阵啊，我看到上帝所创造这么美的世界，我都感觉啊，心中充满欢乐吼。啊，看到这树叶在变色，啊，你有注意无？做者红色、黄色、橄榄色，啊，拢是无同款的红，无同款的黄，无同款的。感觉神吼，看遐尼水的上帝所创造的美妙，我都心中对于充满迄种敬畏，吼，充满迄种欢乐。所以咱做伙来唱这条圣诗，这是天父设计，啊，咱要用一个较活泼的这个节奏来唱吼，这是天父设计。一个世间要来救赎你甲我，道成肉体耶稣基督，徛起伫咱的中间，有稳定甲真理满满。伊讲，人为着朋友献性命，痛无比这个较大个。各位兄弟，
就以至大至圣的上帝竟然叫咱是伊的朋友，咱是不是真正大有福气？有这位耶稣基督会当做咱至好的朋友，所以咱用一个感恩的心，咱来唱一条诗歌：至好朋友就是耶稣。交托予上帝，因为伊关心你。这位创造宇宙万米的上帝，伊关心你。伊讲，我绝对袂离开你，我绝对袂放下你。无论咱是伫人生的风雨中，还是拄着啥物恶当当的代志，予你感觉真失望、真伤心。也正是你感觉你伫黑暗中看无头前的路，伊拢知，主拢知，即个听咱听到底的主，伊讲是我，毋免惊。所以伫咱的试炼中的每一时，伊拢甲咱同在，所以咱毋免惊，咱就跟对伊，会当奔跑不放弃。
是我无法度做主来求什么，但是主你拢了解，所以你去早时将这个牧者作为做我的牧者这款的描写，让我知。虽然我是真无助，我是真无法度来主张，像我今日入去讲这个社会，这代志发生，不是我所愿意的，也是主你袂放下我。
主你就是爱阮，亲像你甲阮描写的，爱每一只小羊的一个牧者，伊要来引导阮，伊要来带领阮，在阮的人生的道路，伊一步一步来引导阮。伊知影阮不但是拄着的困难，心中心思意念你拢知，所以阮就好大伫你的新闻报纸前，将阮一切的需要摆在伫你面前，来向你求，因为阮知伊是真意愿意来垂听，来听阮的祈祷的一个上帝。主啊，为着每一节来祈祷，伊即马赶登去台湾，伊处理的人，伊病院中间，求主你来医治，传伊平平安安回去，好的消息。平平安安来传伊回来阮中间，主啊感谢你，阮的少年人的中间，嘛是有一个因团体内面的朋友，互助你温调，等于天家，我实在真唔甘，遮优秀的一位少年人拄着车祸来过身，就原在阮少年人中间，因的心也真沉重，叫啊主啊，求主你来安慰阮每一个人。我愿在伫这些困难中间，你拢会引带阮。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你也要甲阮同在。你伫阮的修德，伫撒旦魔鬼面前要来夸口，因为要带领阮来真正得胜。虽然有时阮看到阮所徛起的社会，阮的四周围的环境，毋是阮所求的，但是阮在主，你绝对伫这个天顶。其实，乌云后壁，伊在引传阮，你无放散阮。而你的百姓来到你的圣殿中间的时阵，佫一摆来亲吻你，绝对着安慰，得着鼓励。知影主，你永远伫阮中间，所以今日帮助阮兄弟姊妹来到你面前的时阵，就放下一切，就信心伫你面前，打开阮的心，互主你自由来运行伫阮中间，用阮讲话，就互阮安慰。我得到你的帮助，我知真侪帮助是对兄弟姊妹必须的鼓励得到的，所以求主你也帮助我，我们今日请做别人的鼓励，请做别人的帮助，去吃饭的时阵，去交杯的时阵，鼓励别人来互助你的爱来交流伫我的中间，我们每一个人伫今日倒转去厝的时阵，拢重新得到困难，我都来跑走未来一礼拜伫地上的道路。听我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